当下即摆甲你用死，啊用死这个不够疼啊！伊自从满喙齿过来开始都无话了，伊就规个拢死死呢。我死！哈哈哈！老师，你安尼吼七早八早个，你要生遐大个气，安尼唔好咧。你还正缘投着，你受气快了咧。我当时有生气。你看我这无生气啊！啊，迄无错了，我都徛起，真有理啊！我徛到伊。掉啊！没啦，啊！今麦咧电动还嘛未使呢？可多啊！无你啦，你三十几档的朋友呢？一档啊，白痴是不啦？你三十几档的朋友？哎，两个人拢做出来，你别错啊！来对，别按做本啊！我搞了啦！好啊，搞了啊，搞了！你看像我电动台辅导，你看一下电，你看你辅导做个礼貌笑讲呢？你家你生咧笑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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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导播啊，副导播。哎呐，哎，副导播，你甲你甲因生咧笑咧，笑到咧咧。真正好啦，老师，安怎啦？你甲再老讲一个对无？有。咱今日下午茶，咱食迄种白糖粿呀。白糖糋呐。嘿，叫白糖糋呀。叫白糖糋。哎，安那呀？我那是咱当地的名产，安尼名名产呐，名产。名产。名产呐。吃的时阵吼，我就用想到薯条啦。薯条。哎呀，啊，但讲到薯条吼，就是迄种的麦当劳佮兼肯德基的薯条。麦当劳，你嘴合合？老师，你跟我叫。我讲麦当劳呢。麦当劳啊。不，你嘴合合讲麦当劳。我在听。一边放较冷的啦，扭袂来。即卖啦，即卖要用伊啦。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免手牵起来。哎呀，我感觉我这条个安尼看比较起来，我这条较舒适安尼啦。哎，安那啦。麦当劳的薯条，有较嫩，还是肯德基的薯条较嫩？麦当劳的薯条较嫩，还是肯德基的薯条较嫩？对，肯德基的薯条较嫩。为什么？肯。麦当劳是叔叔啊，肯德基也是爷爷啊。你老师嘞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不？哎呀，真厉害嘞！好啊，你蛮要会到啊。那麦当劳叔叔、肯德基爷爷啊，爷爷什么较嫩？所以，叔叔的当然较甜。所以我薯条我较爱食麦当劳的啦。哦，真正哦。哎呐。查甫的都拢爱麦当劳的。不是嘞。啊。啊，搁有哦。哎。你还安怎好一只触角鸟啊？触角鸟啊！安静下来，没有安静下来。一点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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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一头啊，吼、哦，背头啊，地呢，一路点咪啊，系对，真的哈、啊，你跟我讲安那地，安那地啊，安那地啊，安那地啊，系 啊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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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唔知道你怎么讲嘅意思呢？因为哟、哦，鸦雀无声，甲地一个啊，压一下啊，哦，呵。你袂使讲定啊，你爱讲爱甲地啦，哦，地类啦，呀，呀，甲你讲甲人拢听无，真变来摇诶，真正定，定甲定甲甲地无共款呢，就乱咧，你敢感觉介乱哈？哎呐，哎你哦，老师你我还感觉介乱吼，嗯，阿哥有无？八仙过海，安怎？为什么呢？来搞咱台湾村四仙娘。哎哟、嗯，是安尼哦，八仙过海，嗯、是那来到台湾春四仙，对，哦，要无啊，春四仙哈，那个八仙过海，春四仙来到台湾春四仙，哎，唔知道，唔知呀哈，有有有，我要讲啊，来请水，因为哟、哦，四素仙了啊，早去美式神堂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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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哎是不要过的人才有五十斤，嘿，看你看剁猪肉的啦，做工课啦，要吐水的有诶袂，因这拢会五十斤的。像你逐工逐工伫遐咧，伫遐咧用，你讲怎样？那我逐工做工课，你看我靠有五十斤咧。嘿，那我是问阿姐呀，伊吼因到咧开饮料店，饮料伊拢伫遐清咧，切，切开去切袂开。嘿，那暗时咧困的时阵吼，讲藏无落咧啦。啊，你无叫伊来催我？啊，伊就是呢，有看咱的节目噶。真正饮料店，饮料店偌济，你较早咧做饮料的，做到尾啊，手艺袂歹，对，嘛是拢啊找咱这真卡因啊。嘿，讲拢
大吊个公公无好啦，那么大一种什么鬼呀、啊？迄舒缓尔啦，很多阿多咧无爽快，倒安凉凉安尼尔，迄买药好唔是安尼啦。哦，已经挖竖起啦，唔只发炎在只。你要看，阮只老婆山摇高摇薄，对无？腿也大。系啊，啊骨头够好无啊？都很大，迄凉凉舒服尔。啊鬼嘛是来感官，骨头嘛感官，咱从生就听。就是爱为内底去改善嘛。迄爱有方法嘞。对啦。吼、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咱讲着割骨头，咱老婆山吼，哦，因为安尼吼，对人咧流行，人来咧流行啥个开落，流行啥个开落。阿丹嘛，恐惧你头壳底晒。啊，即摆开开了吼，讲找无人啊啦。你唔知哦、喔，哎呀，较早那咧流行讲什么碗糕家无？我哥家是我咧讲的呢，哎，我阿爸咧真个人咧讲，你知道创个什么哦？哎，什么小家啊？啊，什么小精啊？哎，那无啥咯，有卖对流行啦，啊都卖拢贵三三，不是大行，不是讲大行卖，有好有卖啦，啊你干也唔知好卖里头，那时候会开足济冤枉钱啊！哎，流行过个不个无呀？对啊对啊，哦，这个咱咧胖一年，搁等下找老师。好啦好啦。先机车骑出来，等下咱再来关心骨头啦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起跳舞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啊，起跳舞三一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你今天乱捏了。左边，右边，来，再一次，来，过人，预备，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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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。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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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。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上手。二，三，四，再一次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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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手。二，三，四，收礼拜。拖出去，飘！啊、哦，赞！要先换一个无？做奶油的对不？啊，恁家己换哦。家己换，袂要送来换。好啊，新建老师，无简单嘞吼，咱今日做现场的做，我搁伫家里换这啦吼。好啊，多。啊，刚好，电话派伊去家己修理啦。啊，就去拄着好歹。等你来这条旋转板块，无你去撸价格。啊好。等你哦，我来你叫来，叫。啊，你有素食吗？你看我咧做节目的时候，做随性、啊。随性不随便。对了，嗯、啊。对了。看你平常时拢安怎咧教？好啦，我来今仔讲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叫你要心定的。较早吼，嘿嘿嘿嘿嘿，阮做囡仔时阵吼，啊，拢会黄国鸡啦。黄国鸡？我拢讲黄龙暗。嗯诶，目睭嗯诶啦，目睭暗诶。哦，好好好，嗯诶，暗诶拢好啦。嗯，啊，因为迄个黄国鸡，你拢做味对。阮哦，拢黑白面诶，暗国鸡诶话哦，黑白面咧。阮拢习惯做味焖成卡。哈，阮根本，阮咧味个无固定啊。以前吼，以前阮遐拢订中铺诶嘛。啊，我拢会味诶焖成卡诶。哎，你焖成卡拢。弄安尼有臭扑鼻啊！以前较有咧想诶，老一辈门神甲个人感觉能够捡诶。啊，门神看拢个看地都死呀！哎，以前囡仔无咧，以前囡仔都讲一较歹听，阿杂只阿杂多啊，无像即卖那啦。啊，伊一摆你毋知我讲，英国隔壁门神甲断桥，那么讲一两码事。谁那啦？啊，阿都啊，讲这也好讲。冇见过。三仔吼，我去米，阮这职工啊，跟阮进步诶，房间诶门神卡。我咧五国计时，你那无离遐啦。好，我得秘里秘啊，对无？啊，秘里人就找无啊。找无安尼好啊。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即马拄好，阮职工甲阮进步哦，去房间要困中昼啦。
中道教啊嘛。嘿啦，我哥唔敢出声，按着入边啊，入边房间门拢关咧，我总共关咧门窗卡呀。吼、哦，阿哥也未当花救人啊，安尼啦。人要困倒啊，你搁去啊？好啦，啊是讲好啦，啊都关咧就关咧啊，无等下因若开开，我要出去甲出去得啦。对咩？知影因就话竟然无困啊。无困，啊无你创啊？两个翁仔某吼，里面床顶相拍啦，嘿啦，冤家啦，啊啦。哎呦，他安尼。哦，我要受苦的哦。感情无好，你当你相拍。啊知啊，我就是吼，唔知嘛，即嘛。你拍个啥火？安尼烫了了呢？拍个，拍个烫啥烫火？啊热啊，以前无冷气啊。哦，拍个啥火烫了了呢？安尼绝对啊！因为咱的诶，民生办电管诶，弄一胖一胖嘛。啊，你有偷看呀？啊，当然诶，咱的伙计就讲，哎呦，阮真薄啊，阮即讲啊，即下入来房间门关呢，开牵咧硬咧拍呢啊。即卖正干做啊！啊，民生办咁。啊，那都拍人，你拍民生办啊？我有听民生班蹦蹦叫嘛，系啊，好啊，咱讲者，阮金宝，伊管伊落迄落迄落迄落，安那，功夫无阮职工会好啦。是安那讲？伊拢互阮职工拍甲挨袂叫我呢。是哦，恁金宝拍甲用挨的哦。阮职工讲，互你死，互你死，互你死，啊啊，互你死，互你死。好嘞，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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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金宝讲，哦，坏死，哦，坏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是拍到尾有死无啦？跟我们闹出人命啊！哎哎，讲要讲解，该因咧生气，该紧啊啊啊，好好嘛，该紧呢？啊啊，拍完嘞！啊，今天拍到尾啊，我金宝啦！啊！啊你好，因房间门开开呀！嘿，怕了啊！我们这小怕了。啊，怎啊？什么代志发生了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房间门开开啊！人家叫你讲阿妈不要小怕。啊，等起哦，等起我搞完，早等你搞完，阿妈讲阿妈阿妈，讲什么代志啦？我阿妈昨天咧泡茶咧饮草饮啊，准备用啊买煮饭嘛。我讲阿妈阿妈，我什么代志啦？我头拄只哦，五个鸡哦。秘里的金宝啊，甲职工啊，因门窗口，你敢知影发生代志呢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头拄只职工啊，甲金宝啊，两个冤家呢，相拍呢。靠东搞的相拍。好，我都拢也无听到声，有啦，我有听到，因我秘里门窗口，我听到迄门窗嘣嘣嘣嘣，吼！啊，我啊职工啊讲，我咧笑死，啊金宝讲，啊坏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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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阿妈分担起来，说：“哎呦，死我了！你把你唔去咪，你就阿咪唔成个。”老师，哈你来上恁职工究竟无代志，讲互恁全国人听啦。要死骨嘞！以前我做囡仔吊，我吊顶啦。吊顶，你吊顶啦？我都唔知啊，我即马较知影讲，哈，原来因就是咧抢尿啦。啊！我当作因咧冤家，我囡仔，我做囡仔该故意呢。老师，啊、我嘛当作因咧冤家呢。真的很好。都假的。你不是同款吗？真正头拄在咧讲啥，迄个骨头呀。对。过骨头，事实讲，真正爱有方法。尤其你的手安尼也无啥会夹者。你敢看偌济老大人？我敢那我看到的啦，我熟悉的人啊，甚至过去较早为广播电台听我的节目的听友，迄人较唔听话，老大人较铁气的。咱讲属实哦，后人进夹拐啊，后人进来坐轮椅，爱都唔听。咱咧，你甲讲多想要甲加呢？啊，所以讲啊，这个我倒也无闲呐。那无啥，咱讲熟悉的吼，有那些，你若讲啊，咱都家己有方法哦。啊，你骨头会当骨钙好，我嘛替你欢喜啊。啊，那是无以上，为什么你较会要甲放弃迄个机会？人个骨头讲得较粗脆的，你会有来啊？一旦啊去掰落要固起来，无样简单，好不容易等到。一个好的方法观念，你搁甲放我过，足可惜诶！实在要讲啊，老婆生，安尼你的人生，这個、骨头要搁割开，无机会啊！足怕算诶，真正无机会啊！啊，明年要安怎？对啊，
啊，日日要怎么做？无呢，即马来是天气若冷落来吼，寒人啊，遐天气若冷落来吼，咱的骨头是会作起来的呢。啊，你敢要真正要坐轮椅过日子吗？即阵的骨头若顾无好的人哦，坐轮椅我今日坐都坐袂久嘞。哎、欸，我倒了，我倒了就袂烦心那个。啊，倒规身躯疼了了。你唔知啊，做这老大人做这安尼啦。啊，咱都怎个都都讲起了，我这红庙之命啊，视病如亲的啦。对。啊，家咱有病痛，即个长辈是大，即老菩萨当作家己的。嗯。哦，所以咱怎个咧关心咧顾咱即老菩萨？你看人咧，过二十年前迄阵有诶，讲一较粗嘴的，用要行拐啊，人真会去雕山，会去佚佗。经过二十年骨头照你讲歹了呀，有诶感冒反射了，连轮椅都未堪要坐啊，人进大家都安好溜溜，过到倒来，哦对不对？诶，是讲即卖疫情未当出国佚佗，无通落去佚佗，对咩？就是安尼子，割骨头，啊，唔是一定爱开足侪钱诶啦，老婆生，唔是像人讲哦，那开足侪钱，到恁兜有钱都无会讲，啊，你若像咧手面趁车诶，啊免乱，哦老婆生，但是啊讲咧，看半天我听来讲讲，啊，就剩一丝仔观察本尔。你五号开啦，迄钱也咪刷你一卡噶。啊，开完要安怎办？对，啊，人工要安怎？所以咱骨头要割要有方法啊，简单，对，啊，佮有方法，哦，啊未复杂，啊，佮割会开，哦，这上重点。重点。哎啦，来操持。功夫。呀哒啪呀啪！财进步。豪气面对万重浪。哎，收了你！小兵们，火鸟攻！呀哒呀哒啪呀哒啪呀哒。来来，天空四开，四到丹田金开，嘴合合，爱提纲卡正叠的。好好，我能讲一，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粒别只较好伊。二就是两年，三年三年，一口气过年也不要紧啊。好好。我让我一杯，一只，我两公，一只，我两公，三，一只，哦、我做认真在咧胖诶，那么三有一天哦，我翕一卡豆油汤，你爱说你说，我恁看啊，真正实在，来啦，迄个超级笑话、啊，我来讲一个笑话，互你笑笑诶，好啊，等下再甲你用起者，我来讲阿花啦，阿花。阿花暗棍啊吼，去刮痧，你知影？刮痧，嘿啦，暗棍也袂当刮痧咧。去用种草莓啦。什么叫种草莓啊？去红，去红输掉啦。哦，去去红痧输掉。没那假啦。啊，即马就和男朋友种草莓。好好。即马回去哦，阿花因孙啊，看到讲，讲哥哥哥哥。啊！你的颔棍是安怎样？哦，这是安怎来安尼啦？哎呀，啊！即马心如就讲，我这叫告家掉啦！哦，是哦，伊叫告家掉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被狗咬到，爱住破伤风的呢！啊，那啊，你爱住虾呢？你敢有住虾啦？啊，你敢有住？对对对对，哎，那我讲有啦，进了就顺耍栽落啊！哎呀，也有白吼、哦，哎呀，金料的顺刷，这个顺刷煮了呀，
这么正经的，是不是煮破伤风？哎，破伤风煮了会当冻五年诶。哎呀，煮一个当冻五年。好呀，老师，我要来讲一个较正经的阿花哦。阿花，伊大概然后拢对石头嘛去买菜。买菜。系啊。哦。啊，哎，石头嘛来去买衫，哎，就对阿爸去买衫。哎呦。啊，有一天啊吼，伊迄阿花因翁带啊个人问啊，阿花讲阿花，你为虾米吼拢要对迄个石头嘛去买菜啦？哦。系啊。阿花就讲，阿算唔知影吼，迄石头唔嘛吼，伊都会当出价呢。哦，也出价。系啊，人个三十块当开啊，剩十五块。十五块呢？半价。哟，五十块当开啊，剩二五块。哎呦，牛呢？系啊，嗯，阿你跟你买菜有啥物关系？嘿，阿花就讲啊吼，阿算唔知影，我若对伊阿爸吼，我拢讲，头家我嘛要娶伊呢，阿咧，伊免共出价，对啦，就当买半价啊。所以拢对伊对条条，阿咧嘛巧呢。嗯，我来讲有一个新妇啦，新妇嫁一个修路修女啦。嗯，阿伊喏作为骑一只骆驼，骆驼，诶，骆驼啦。阿得伫个沙漠里呐，哦，阿买公开哦，阿咧千里迢迢买去一个道院啊，要去道院啊。嘿啊，阿结果半路迄只骆驼煞跳死。上最大一块，唔知咧，阿都装叫死啊！你王心琪啊，啊死哦，因两个哦，哦，要讲我巴肚嘛枵啦，啊嘴嘛嘴大啦，枵啦，啊往惊咯，惊到哦，啊有哪两个要死啊？哈，嘿啦，嗯，迄个修路哦，就甲新妇讲啊，讲新妇啊，新妇啊，安那修路，我哦做捌代志，我都。就收到甲这东西我知我了解。想袂到我今仔日拄到这个运命，有可能哦，我会死伫这个沙漠里啦。不是甲你命，我嘛同款。是啊，新妇，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因为我这世人还佫唔捌迄落火的吼。什么叫火？迄落火就是讲苦疼开。还佫唔捌迄落火安尼啦？咁袂使迄落火一个安尼啦？啊，新妇我讲。哦，无问题啦。你迄个，既然是你的愿望，既然你的愿望吼，我完成你的愿望啦。其实我家己无要紧。系啦。啊，即卖新妇苦疼落来。即卖收入唔捌看过查，迄个查甫人的血啊。讲哎呦，啊，迄是啥安尼啦？吼。啊，他也无同款，狗也无同款。系啦，我都无迄你靠血啦。新妇讲吼，因为这生命之泉啦，生命泉源呐，系啦，所以什么叫生命的泉源？伊讲吼，我这来坑你为你遐类吼，啊，就会有一个生命出来安尼啦。哎，伊安尼讲嘛正确噶。对啊，啊，今麦的收入就生气啊，生气为什么？哎呀，安尼拄只你先啊，你迄个物件无爱坑到咪只骆驼哩，放我一只骆驼死。哈哈哈哈哈，狗屁命。车跑过山边，对岸流流春风边，春风吹山叹春天，下落有换气。人生难逢快乐时，应该花费青春期。跑过海边，七彩听啊满天，鸟声海风甘水气，骗着新鲜青春难逢我欢喜，双人合作唱欢喜，我着有。
也是到天边。要吃泡皮的酒，饮烧饮香香四边，好难得如何情意，饮只泡情诗。人生盼着青春期，若无快乐谈何时？头拄只咧讲这个骨头吼，相信你咱电视机头前，那有回乡亲朋友老婆山，这个骨头拢加加减减啊，会有一寡问题哈。退化。过去较早，走路脚也未算走几工。啊，即马行无一地啊，脚都软烂去啊，都未自然。哦，有人安尼嘛吼，啊，较早工课啊，拢咧做拢无要紧，即马手要夹也未惯。个疼。哦，即拢有诶，有工作上诶，像咧做彩虹诶无？你看肩仔头，哦，伊拢安尼规工啊，所以咧规肩仔头，久年久未清，哇，伤病拢乌就较大。发炎。啊哈，真正拢是作老诶啊！啊，嘛有真侪老婆生哦。迄腰真正无长啊！第三目、第四目、第五目，迄脊骨神经拢抽咧到脚下肚，迄看到骨头甲一张一张诶，要压咧扣无在掉呢？啊，用脚甲打咧！少年人，你搞扣一个好吗？哎呀，真正有影！老伯山，有当时啊吼，我讲钱若伫涂骹，腰若无长啊，你也扣伊袂着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酸抽疼，风湿性关节炎、髓骨轮贴骨折哦，即种骨头诶问题哦。一旦若有来吼，年岁若有来，大家拢会加加减减。哦，有咧顾的，可能就较无这个问题啊。啊，若未晓顾的，啊，若未晓顾的，也是方法用了唔对的。顾唔对路的。哦，作者咱。我日子改变过。因为你过去较早的咱少年吼，大家拢敢那知影做啦，唔知影顾啦。啊，囡仔头髓就坐哩，都讲一个较粗髓的。就贪无够，厝内面大细人通去开啊，那够有良性钱，能够顾身体啦。无法度。哦，老婆说，我讲对唔对？好嘅人有啦，一个钟头内面甲找几个。哦，大家拢嘛手面趁食较济啊。而且介俭诶。系啊，啊，通常一般吼，这骨头吼，人就是蛮皮嘛。这骨头就是你若无咧酸抽疼，你袂记即讲要安怎来顾骨头啦。袂去顾。吓啦，你着到咧酸抽疼哦，你才会想阿晓。我这把老骨头无顾袂使啊！啊，佮听佮冻袂调。哦，真你唔知哦。你住伫咱基山吼，啊，伫咧建金桥的一位王先生吼。啊，伊就是过去较早金桥那做种诚济，那去金较早金这个金，要讲话因那算金桥大王其中之一的。啊，啊，后生伊都金桥种诚济，啊，唔过钱也赚诚济啦。唔过伊的卡碗都袂堪住。做骨头啊！哦，伊讲伊较早一路一路的经手咧，也讲双手也双路好，走咧拢拢无问题啦。嘿，拢人讲啊，讲一边一路一边一路安尼上，安尼咧也几工落去啊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可能是较早就是拢安尼打动地动，伊的脚腕甲大腿骨轮所准未堪定，今年已经76岁啊，还未堪定啦。哦，啊，未堪得来，伊都有钱啊，就大间病院啊，有诶无啊？啊，即卖人个病院讲要甲开刀啦，迄严重甲讲大腿骨轮甲脚腕拢爱开啊。哎，进前拢无顾吗？进前无咧顾医生吗？做侪人就是未晓顾，啊，唔知人顾，甲你艰苦啊，拢足严重诶啦。去看医生，讲爱开刀啊。安尼啦，啊，凭那凭学生要开钱开刀。因家的钱他都假啦，即马问题伊都听着开刀，伊就拽咧等啊哩。迄有个人就是安那，钱有的问题，听着医生要开刀，伊就烦恼甲袂食袂困。当然咯，开刀啊，唔知有开什么啊。
啊，多一暝咧泡茶啦，啊，伊咧怨叹乎乎遐个老东西啊，大家听啊，自少年咱拼较紧哦，啊，赚着钱收落用，即马骨头袂做主的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去检查啦，讲我大腿骨两甲脚我拢退化，无开刀袂使啊，安尼啦，就伫遐咧泡茶啊，就伫对面老人啊咧开讲咧讲安尼啦，啊，这是你两年前个代志啊，啊。啊！即卖咧讲咧讲咧，人讲啊，我爱讲，你一旦若敢无爱开刀吼，无你拍电话去互张辉。伊讲我要拍台北找张辉，我唔是咧张辉啦，佮有一个咱南部一个张辉。佮一路搞诶。啊！你去找，哦，你找咧无好手诶啦，安尼啦，吼吼吼。即卖伊就敲电话互我，我听伊咧，我讲话我就知影伊无咧看咱个节目啊。啊！伊咧，我讲话我就知影伊无咧看咱节目。啊！但是伊嘛算因为。毕竟嘛吼，人也是有那做大头咯，今朝正按济人吼，那讲话有那有修养啊。伊讲吼，我这是严重家，医生要甲我开刀啊，你敢有把握甲我问安尼啦？我嘛特别甲学生讲，学生，因为我唔捌你，啊，你的大腿骨轮甲你的脚腕退化甲什么种程度，我嘛唔知。哦，啊，只是我听你讲的情形，我感觉讲你事实真正严重。我嘛建议讲，医生呐，要甲你开刀，我看你去学开好啊。伊讲，哦，我就是卡这通电话，好哩，就是我不爱开刀，因为我听着开刀，我都烦恼甲袂食袂困呢。惊啦！安尼啦，我学生我来讲啦吼，既然都安尼啦，一个缘分啦。嗯。啊，我咧，你都来找我，啊，我就一个观念方法，互你死马当作活马趴，试卖呢，可能。唔免开嘛，不一定哦，安尼啦。啊，有试过无？哦，凭学生伊的财力甲伊的智慧，是无问题。真正用咱好嘅观念教方法，甲试咧，甲近两年外，经过两年啊。哎，人伊的脚腕也免开刀，伊的大腿骨也免开刀。我甲问讲，啊，真嘅酸痛疼咩？伊讲，佮比以前较健康嘅。哦，比以前无高，是啦，真正啊。伊讲好，真正一个咱高咧，我真抗嘛惊。我运动停，真系行骨落零，我咧老东西佫无在调呢。哎，你若继续过落去，一个百二岁，骨头用到百二岁。咱咧骨头都要用偌久，你都要过偌久。甲咱食饭同款。啊，即个含你开车同款啦。对。哎，台车你甲开，时间到，去路所到，该爱换油，该人爱保养就是爱保养诶。嗯。那无啥，无迄落咱爸仔母敢生来，即世人拢健健康康诶，啊，真全世界佫找无一个安尼诶。爱靠家己保养，爱靠顾吼，我咧讲话都正平常就是安尼嘛。拢爱靠顾，哦，每样讲讲啥，拢会白天正地拢骗人的。爱顾，哎，你个今仔张辉讲一个，我这吼，我这骨头唔是分家鬼啊呢，哦这啊，哦这拢无伊无早无吼，我这样卡夹开无吼，安尼安夹开，拢无早，你个看，哦，这拢无早吼，头卡伫遮吼无，这拢无伊无早吼，有无？嗯，老无善，迄有个人，干那要炒一个菜，你也夹一包，夹一粒伊就夹袂掉啊。要让弄像安尼。而且老师是今年六十四岁呀咧，啊，佮愈来愈用，愈来愈健康咧。啊，这是爱也要讲。关。所以吼，我要讲就讲，你那是信任张辉教啦，吼，啊，你都啊要讲开，咱迄个卖要求伤济啦。迄种风湿症的关节炎、酸骨轮、痛骨节、腰酸背痛，啊，讲安慰脚床头抽你到脚后肚的。一骨神经的啊，包括了倒立面床，脚伸袂直的，要翻身都翻袂过，落门床啊打袂落，啊去到便所无站久的，啊硬固落硬坐落，啊硬坐落准备袂开，有当时啊连只面巾要捏手都举袂干，哦对不对？啊连呢，脚汤脚到嘴，汗到无半滴，拢免治啊。老师，你免那过日啦，张辉给你顾，顾一日都卖要求伤济啦吼。在那咧歹天，就即卖啊咧，卖安那风头暴尾，卖安那，卖安那威。安尼整，安尼抽，安尼疼吼。唔免打个规身骨吊骨。啊过一日咱都雨天下过，啊厝边倒下当去行耍，哦四季含人开讲，啊过一日出门唔免野乖啊，安就好啊。唔免有酸痛啊。啊那个过过要过来园林做工课运动疼，搁要照顾了十年，你著去找别人，迄忙找我，我无遐敖。那不是我讲安对唔对？嘛改对啦，所以吼，那不是咱讲熟悉啦吼。要像少年人无可能啊，但是平平年岁，咱拢比人较勇。对，咱别人咧伸手疼咱袂，咱别人手也袂悬，咱会，咱别人脚也袂扑，咱有在调，
咱别人出门牙关坐轮椅，咱唔免，因为咱骨头用，安尼就好个啦，好唔？好，来，啉一个茶哩，无牛猪皮敢保庇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吃饱呢啊！谢谢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，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。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，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。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，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。今天哦，张辉关心咱的顾顾勇关心到今仔日，啊，问啊侪，咱都无关心吗？所以老婆山，你即阵有看到，就要赶紧做决定啊！安尼犹太嘛最后一天啊！对啦，犹太就最后一天啊！全国，咱每个月销售量拢排第一名，就是咱的顾顾勇。来看你啊，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吼。咱无论上面750的吼，来顾顾勇，你看你哦。顾顾勇，顾顾勇啊，好来谢谢。这罐千块来袂定，我爱讲吼，老婆山一罐2500，一罐2500啦哈。啊，买一罐送两罐，咱的顶级的上盖赞哦，买一罐送两罐。啊，这罐吼，我伫咱阿母的家庭破三杯，我讲要含咱老婆山结缘。啊，在时啊，请你啉一杯，让你出门免靠牙乖啊。水耶，就是爱靠这罐，安尼挂挂落哦。安尼靠，你开一个2500呢？送这罐的钱呢？那无啥咯，这罐即马大家拢抹甲足额了的，哎，抹抹了足有力的。为零开始抹抹规身躯抹甲脚，身躯洗了这罐也抹了哦。对，哦，加偌好摸的。可以啦。来啦。安尼，全部2500。你了加强，甲我灌六罐开。六罐哦，咱有犹太家，伊嘛是犹太最后一间。赶快啦，赶快啦。另一个要加强的呀。有。来，这老师。一组。一组加一罐啦，老师的秘密武器。一组加一罐，安尼安尼安尼全部全部哦，安尼全部，互你开一个2500块。啊，一个十二个就好啦。整十二位叫我们来，好。卖伤济啊，因为这一罐这一罐一千个呢，老婆杀喽。恁有买，恁就知影，这一罐一千买两罐，我送你一罐。哦，这你们看这细罐啊呢，辣椒奶香一粒不得香吗？啊，今日你唔免买，老师送给你。啊，这罐够好你啦。老婆杀喽！你拢有诶无咧赚啊？啊，有诶过来甲囡仔撑双手，有诶拢咧开老本。张飞哦，若搁一嘴饭一嘴，伊也搞安尼讲袂过啦。安尼全部靠你开2500呢？2500块。电力甲跑得通。心态健康。咱诶健康对家开始啦。顾顾勇。0800-012-589的电话啊。来上山落海。往东往西起起落落，唔免人敢呼叉叉啦。咱家己来。要是来你个。喂。喂，你好，哎，我伫倒，咱住倒位，我遐有资料诶，来一手接电话，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嗨，哎，我要，咱住倒，广告诶，咱住倒位啊，我住武峰，来武峰来一手接电话，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喂，喂哦，你好，喂，来四手接电话，四手，线哦，阿雷，0800-012-589的电话呀！老婆，我你给你一个健康的机会啦！啊，我来讲，安那在时啊吼，叫得杯啊，你家，咱在时啊啉一杯就好啊。这款，啊，你要讲直接啉嘛是要泡小茶也使，哦，会使哈。这款是老师友好老婆送的。啊，这三罐一早暗一人吃一粒嘛，一粒，一人吃一粒，安就好啊，足简单的啊。食饭饱，你就一人家食一个安倒。安尼你个足清查嘞呀！那不是安尼，咱出门就免靠牙乖啊！来，咱就当自由自在呀！0800-012-589，赶紧哦！你往东往西拢无问题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爱顾，要顾的，健康是顾出来的。咱老婆说你过去较早，我拢钱拢开伤济呀。哎，一开拢过来。啊，张辉唔甘恁安尼开啦，
有买过、有吃过，大家都知影。讲、哦，昨个这组卖二十担啊，俗够高大。真正无起价，搁颠倒俗啊！来，你讲啊。哎。啊，咱到位。我台北个。来，一线接电话。经理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张伟老师，我换一组。好，来，一线接电话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张老师讲。嗨。我买一组。咱到到位。我台南，台南，恭喜你来杀杀这电话，谢谢啊！啊，你个对啊！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！我听到好像个么有大呀！最难为你啊！最要难为，最要难为了哈！来，赶紧啊！愈早吃愈早健康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愈早吃愈早轻松。有这种哦，咱出门就唔免靠牙关啊。上山路啊，往东往西起起落落，家己会当来啊。没问题。来，你好。先生你好。哎。啊，我有讲要买这啊。来一双一双。来新朋友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你好。有人接无？电话通话唔得讲喂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好，来一双小姐服务，谢谢。你好，顾顾勇。哦，这真正请假也袂掉二十二年啊。赶紧啊！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电力要充，身体健康。等等等等啊！你台下吼什么胶啦，什么筋啦，吼一个筋甲够有胶带，够俗。是啦，来你好。你好。来，咱到位。好，这组买着，今麦拢中诶啦。啊，这款加强，还佫加落去啊。谢谢。来，一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咱咧吼，就为你上咧做粗重诶吼，咧食这组鹅肉干。我讲你听啊，无你钱赚啊袂着啦，那无啥。你相信我一摆健康一世人，你都唔免烦恼就对啦。将健康交予老师帮咱处理。啊，我咧讲话较歹听，但是我讲真话的人啊，哦，我唔是咧婆婆汤汤的，为着你的身体健康，歹势我无爱讲假话，哦，记住啦。这正人都同人而乐。赶紧来电来泡，等个三分钟了。最后三分钟。最后三分钟啊，来你好。喂，没气。来你好，赵老师家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有有。啊，你迄些哪家？来医生，医生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。哎。咱到位。我啊，在一个在南投县的。哦，南投县啊。嘿。哦，啊，一组啦吼。买买，你买买过哦。买啦，我买啦。我来杀山杀山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买真济啊啦。哦，老婆仔，你有听着无？人食完搁买，食完搁买。南投啦，买真济啊啦。哟。最后两分半钟啊！你做粗重爱食啊，则是讲你较早要做过粗重啊，你一定爱寒重爱食啊。唔，以前曾经捌有安尼无健康过，即马要甲保养较好健康哦。对，有哪在即组呢？我正开心啊！老婆生，放心，我变老婆生。咱年会有啊，啥物人要动，要偏靠有动的，就是爱靠即组呢。啊，愈早食愈早轻松。嗯啦，你当然有咧食即组，甲无咧食做人，你甲看哦。就随便落啊！你敢看老师个怎样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再摇。两分钟。做一个第二个。好啊，这两分钟了。问下在咱都无关心嘛啦。都无优待呀。啊，优待吼，安尼，咱即马人工接了都接了无啊？无啊吼。安尼啊。安尼嘛更俗个呀。原底咱就是袂安尼啊。安尼嘛有做侪人咧买啊。真有买人，佮加一罐。加一罐顶级上盖赞。这罐嘛加落去。加一罐咱全羊脂乳。这罐冇加落去。加一罐老师不离不弃。哦，安尼啊。最后一分半钟，电话赶紧拨通，每个拢谈着，身体健康啊！赶紧。恁过去较早买什么碗糕加什么碗糕什么话哦？嗯。你那有恁到有钱，安尼你买迄条食啦，食了有鹅肉哦，你就食迄条啊，免阁改啊。啊，那是无鹅肉。啊，你若讲啊，你较早冤枉钱开伤济啊，冤枉路行伤济啊，即马剩这个机会尔啦。鹅阿爸阿。那你要赶紧哦。哎。哎，咱到底到位？都有来一双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啊。老师讲。哎，还有。台中。台中。恭喜你啊！来一双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，嘿。哎，你叫张伟啊？张伟对，你好，咱到位。咱。你要到位啊？我叫台北。台北，我来三双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赶紧。张老师讲，赶紧来，时间你们到啊。搁剩无一分钟啊！老婆仔，这俗个满意，安尼咱会要做选择未啦？迄个俗个满意，还佫二十二年啊！我来滚吹啦哈！啊，老婆仔继续卡。啊，恁继续拍恁的电话，来你好。喂。嗨。啊，佮接到来一双谢谢恭喜你。喂。来你好。喂。喂。拜哥。啊，来四双四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阿东兄。哎，阿东哥哥。我来滚吹，恁继续拍电话。赶快，我有带。
电的有通拢拢赶快拢有优惠啦，银行是去机会，今拢有优惠，今优惠优惠期间呐，好好把握。是啦，0800-0012-589的电话哈，来一上。哪瓜？四号。四号啊、哦。哎。哎呦，来，这是咱的何时再相会？福山的领赏。点袂挂起个，那无使斗阵来欣赏，来福建。做任何一件代志，咱嘛是拢一定要有一个打算，包括着厝内面的开销也好啦吼。啊，咱着一个月赚偌济，按偌济要开，偌济要欠，啥物钱要用啥，咱家己拢爱有一个准则。爱有打算。唔通要赚一百开百一，安尼定定你着爱做乞丐，啊，定定爱提房子。房子。哦，所以，那么咱爱有一个准则啊，茫像诶。诶，古早人咧讲，讲鸟家来，啊鸟翅家去安尼啦哈，诶、哦、鸟家来翅家去咧，啊，即个即个古早的人要讲啊，介贴切。鸟家来翅家去。因鸟是一个好的动物啦，嗯、啊鸟翅都唔是啊哩。歹嘅啊。哦，鸟
规工拢含人咧做伙啊，啊鸟鼠拢秘伫个空林啊，鸟鼠空林啊，秘伫暗的所在啦，较无因为看到伊，所以防不胜防啊。这个鸟家来，啊鸟鼠家去，这是用伫两种家庭当中时常看到这动物来的比如啦。那么家庭当中的收入赚入来，啊开伫个不该开的所在，或者是讲。遭受的一个不该开的一个损失，有收啊有支出，就是家庭经济的常态嘛。对。你如果你若是控制了好，你有你家己会晓理财，那么你就袂讲哦，迄、那个银价啊冒，银价冒牛发生的家庭不足的一挂情形哩。哦，你若会晓控制的话，就袂即个代志发生嘛。但如果若是讲，规工拢若是伫个鸟家来鸟去家去哦，你安尼。正年如一月，啊，家庭经济拢会发生危机啦。开过头呀！因为这家庭的理财嘛，饲鸟就是讲开源啦，趁钱，要安怎赚，要安怎收入，个人介重要。啊，蜜饲就讲要安怎准则，这足重要的啦。节流，哎啦，这个饲就包括一个就讲意外啦，敢那医药啦吼，啊用刀花啊啦，投资损失的啦，股票叫了去啦吼，这。这个像要去家的同款嘛，无呀，不同的支出啦，像像跋筊啦，这啦，超出的能力的生活享受啦，比如讲人个自助餐一顿一家伙啊，两三百块吃了，你着去餐厅一摆去要开要几多千啦，啊无买拢要买名牌啦，啊无迄个卡装食都下药啦，安那，这个就是安那，啊第四就讲内产啦，所指的就是讲厝内面的人抢钱哦，安尼。你一寡存款去咧开啦，一寡观察本来你安尼开啦。如果来当来消毒，或者是未较少的这四种的鸟鼠哦，那么使得你收入会当合理来规划。那么唔管厝内面买用的哦，拢免惊也无够啦。爱规划。若无把这鸟会把鸟溺死啦，咁溺死就阁无路用。其实啦，唔是讲家庭安尼尔，一个企业也好，一个国家也是安。尤其是国家，如果若无好好啊管理，运用这纳税人的血汗，你来浪费咧损失者的公款，那么嘛是对不起着这的民众咧，就是恁鸟啊，咱这老百姓啊，就是咱的这鸟啊。所以咱迄、那个鸟就是讲吼啦，咱迄、那个辛苦去赚钱的嘛，鸟鼠咧加出来的嘛。开也，那滴用鸟跟鸟鼠咧做譬如安尼啦。所以咱古早人有即句话。鸟加来，鸟鼠加去。有做。做者，因老爸老母传像鸟啊物件加入来，甲因囝起跋筊加加出去安尼。无伊啊。咱迄个税金扣入来，一寡迄个。乌白开乌白去，安尼吼。蚊子馆。对不对？屁话。安尼就像鸟鼠佮加出去咁款。无彩钱诶。所以老三。赚钱本来就是要用，对，但是你用有对所在无？才有意义，这较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安尼啊，无赚钱，无要用，赚咧钱要死，人家嘛要赚钱要用啊。但是赚钱，咱家己爱准则啊，我就较含慢，我前过日甲赚一个偌济钱尔。所以呢？我就爱准则，什么会囡仔要开，爱食开，啊，要补习的，咱三顿要食的，袂当超出偌济。油钱啊，有诶无诶，一般诶开销。咱来准则都好啊，未使讲哦，钱咧入来啊，开了较拍算，未使啦。有个人讲时高时长无米，才要来煮饭吃苦汤，安尼要死的做乞食。尤其现代的社会。对啦，所以我唔当咧讲，有当时咧咧顾身体吼，我拢爱替老婆在想呢。一个也要足贵，两个要足贵，找较侪性命。较侪钱。钱都咪刷咧啊，较高。老婆所讲的对不对？对，足对。哎呀，真正那个有诶，食老也未赚啊，有诶嘛根本无咧赚啊。那像安尼，逐项都要跪遐，要跪遐，要跪。你当作阮老爸美国人呀？你讲美国人嘛，有当时啊会。嘛有金融风暴。真正。点歌啦，风暴暴你个啦！你敢若要暴呢？规工个想暴呢啦！我倒啦，这个莫啦。这个规工个想要暴，要暴，暴暴你。我是讲金融风暴会暴啦。啊。风暴会暴。你搁咧暴啊嘞？你唔好坐这门，抱抱虽然会长火烧，唔错嘛。
你去包着大家穿的，你也总。我是讲真难讲。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赢了啊！那点歌，点歌。七八九空八八空啊！今日点门个怎安排？屏东的电话我无头，那要跟点歌头前听么？你加一个空八。空八了。七八九零八八零。七八九零八八零。头前加一个零八。零八嘞。七八九零八八零，头前加一个零八。七八九零八八零，头前加一个零八。我讲加一个零八呢。你不讲加一个？咁冇，我咧听个有嘞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，老师你好，我是北投魏大学。往事只能回味。好，拜一了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张伟你好。你家里好生你们哈。好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啊，别个点名。张伟你好。好。我听美丽的谎言。好，我拜你哦。好，谢谢。我再见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张老师你好。啊，周先。帮我将小人气妹拄着烦恼呀。拜三啊。好，谢谢。好、啊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各位阿英你好。蔡秀珍。我蔡秀珍。你好。飘龙一星。飘龙一星拜四号哈、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无啊。啊，阿点四条歌呢？四条呢？那无啥梅啊菜啊。老师，你就是点公鸡啊？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哦，那叮当呀，我你连讲哦，那你问讲我无该叮你，那叮当啊，起来，起来，不是啊，阿你啦，别起来咩？别起来，你要你唱我咧喊呀，每人个每人个习惯都无同，每人个习惯都无同款，阿不用阿奈用，喂，喂哟。喂，你点歌？来请讲。啊，我要点之前的大蛇羹。咱住倒？我住五峰，台中五峰。五峰安怎称呼你？我谭。谭啊！人字旁个谭。好，我拜五号哈。好，拜拜。哪里有？喂，张伟哟，我帮你们。你没，你今天没在点吗？你今天没在点吗？哪里有？我要点歌。来，请讲。涂小姐。飘龙之路，哦，飘龙之路哈，我拜哪个啊？我知你知我做大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中华观念啦，哦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来你个，喂，喂，我要点歌，来，咱到位，我是罗德通罗德，哦，我姓陈，我要点一条四到五斤，四到五斤拜七了没啊？乔乔又唱，好，拜拜。来你好，喂，喂你好，喂，来请讲。我是打0878。再见。0880。来你好，喂。喂，张老师你好，我叫小美云。哎，美云。我点一年一年老。一年一年老哦。嗯。这上点的歌，这上的歌。唔知。陈百潭。陈百潭哦。哎。我来拜八号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来，你个，喂，喂，张老师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左营仙女。哦，仙女啊，哦。哎，我的店面能不能留住你？好，我拜高恒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几位。好，来先拿过来。好，好嘞。啊，那咱咧点歌，你就电话拍通，直接就讲我大队，我要听什么歌。有啦，免搁底下念啥有诶。那拢唔免啦，啊，无你就讲，哦，你甲我转来耍。一几点名？来，你好，喂。啊，你喂。啊，我招。我系吊车尾。哦。我可以，你又要讲诶，迄车拖未见。会啦，会啦。拖我拖。会啦。你最近有较轻啊？我咧点一罐，点一个缅文的锁链。好，拜十分啊。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姐，安娜，阿姐，今日心情未歹呢。七号，七号的哦，来河边，河边春梦，来邀请咱线上所有老婆婿到一来欣赏哦，闽南语老歌，家人诶，张太太爱听的歌。
即马天气愈来愈较无遐尼真寒，哎，遐尼真热。啊，咱的老婆山哦，水咧啉着啉较少。啊，咱因为天气热的时阵，咱较够流汗，啊，水着会啉较济嘛。啊，即马秋天来，咱咧啉的水着会减少啊，一直到冬天会阁愈少。那么安尼会发生一种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平常时咱的放晒都无好放啊哦。今麦阁拄着水，那阁啉少咧哦。老婆说，有当时啊放啊，尻川会裂开咧。好，迄有差哦。有哦，这无差，无差，尻川要侬买用卫生纸擦。哎呀，不是讲有差别吗？有啦，这无差别咧。你无啉水吼，咱的大便也定义啦。定义。咱迄大便会全无水分哦。啊，咱平常时都咧无好放啊。即阵无水，伊蠕动，咱等下咧震动哦，咧蠕动会较歹啊。啊，所以变成到落尾，你会垫个土大长头，歹放。啊，垫个你个裂缸，啊老会老滴，做一人啊，无就垫个生来滴哩。哦，做一人就垫啊，血拢积咧，较成高龄。啊，个放未出来呀。啊，你个水啉无够啊。啊，但是咱老婆说，我水啉介济啊，个放未出来。你个介济偌济，我唔知啦吼。有个人呀，细罐的啉一缸啊，啉一罐的，讲介济，有的啉两罐嘛，讲介济，有的啉三罐嘛，讲，哎，一缸啊啉四五罐的呐。啊，所以介济都较偏讲呢，都重点就是你根本就晒放袂出来。你讲你啉偌济，哦，老婆说，唔是安尼嘛。毕竟。对啦，啊，咱迄毕竟吼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啦。有啥物危险？也做性安怎吗？毕竟啦，毕竟做危险的，就是放袂出来。因为咱。通常一般啦吼，正常啦，我讲正常放屎一天两摆，哎，放个两摆哦。咱24点钟嘛，8点钟爱放一摆嘛。咱有8点钟咧困，啊有16点钟咧活动嘛，所以这16点钟爱放两遍，叫做正常。啊，若一天放一摆屎，迄叫做小秘诀，迄个勉强个交代过。但是你若两天较放一摆，安尼。迄就是危险的信号，超过3天才放一摆，哦，迄个种你真危险啊！所以我建议讲，若是有闭结的人，你去验一个屎，哦，验看有迄个粪便潜血，看验看有迄个无。那是阳性的，就要去弄尻川。真正啦，我讲的，你爱听我话，做你袂唔对啦。普通时啊，是要安怎预防这种的问题产生？啊，你爱逐天放屎。逐天放屎。啊，屎倒爱搁放屎，你感觉咱逐摆放屎放了，咱爱看呢？爱看安怎？你的肠有健康无健康，看屎就知啊。是安怎看？第一，屎放出来吼，规条，按大口大口吼，规条，啊像金蕉安那吼。啊，黄暗，细条个袂使啊！细条就表示，咱的肠啊有缩细了呀，缩细了有介绍原因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就安尼个较唔好啦。除了安尼以外，伊使爱个铺伫水面，佮铺起来哦。嘿，安尼较有算作健康。啊，伊若是铺袂起来，顶袂咧。安尼表示肠啊内面无清气。啊，若是佮刷喷喷。哦，啊，肠啊就真正就足太高个啊啦。做垃圾吧。有诶，刷喷喷佮尻川吸袂清气诶。你有感觉晒安奇怪，安那吃拢吃袂清气，拢黏尻川无？照你讲是应该。拢太过囡仔放晒黏尻川了，就安那吃拢吃袂清气，嘿啊！迄有诶用水洗都洗袂清气。好。嘿啊！所以老婆说，迄个肠啊太高去啊，啊，迄足危险诶！迄随时肠啊都有可能会出状况。变变。那么佮加上呐，如果你伫咧闭结啊，那佮有咧食西药、食中药哦，啊，佮咧食一寡迄、那个。生的啦，过期的啦，种鬼药啦，无就迄讲化学的啦，化学的、染色的啦，有诶无遐物件，未使食的啦。咱进三顿拢做我食遐啦，啊，拢伫肠啊。所以大肠癌的人较会较济啦。35分钟过一个人。真正呢，平均呐半点一点钟就顶头啊两个人啊。一点钟差不多两个掉啊。一点钟啊，差不多两个人。有肠癌的人。真咯，一点钟验咧，就两个人。你看一天是4点钟呢，那无知是足恐怖呢，真正无偌济人通去验呢，所以哦，咱得啊，好咱的这个大便哦，这个
放生要放的数字。有入有出。佮基本上啦吼，咱那大便无放的人哦，你注意看，迄老人皮肤足够脏的。啊，破皮肤可无好哦。迄无好呢？嗯。今仔我那这个观念方法落你哦，你的放晒介好放，皮肤佫拢袂脏。那无啥？无毒素啊，佮袂脏啊。迄偌济人诶，敢那皮肤病，你啊看医生看袂好，敲电话张伟，啊是变怎搞？啊！你搞咩啊？你都使放放个清洁的，啊！都放未出来，放未出来，我一个方法咯，你就开好放啊！啊！即卖晒个好放以外，皮肤个未痒。吼！哦，唔是咱介神奇，就是暗时个好困。啊，还有关系，跟放晒有关系哦。因咱那咱那晒放不出来，阿摩尼清开。所以呢？啊，清开你暗时就歹困，现前都足爱困的，佮困未落眠啊。这上忝。足爱困的，佮困未落去哦。啊，佮头壳佮退化，老人痴呆。你讲个足吃力呢，难不成？安尼要安怎好？哦，对不对？其实哦，真简单啊。一个人啊，要身体健康，人会长岁寿，三项工课。对，三项。困会饱眠。困会饱。食会饱饭。食会饱。放会清气。放会清气。对。为倒位开始做？为放好清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放好清气，咱就吞会落啦。好。咱就食会落啊嘛，对不？嗯。哦，安尼就食会饱饭嘛，啊，安尼人爽快，暗时就好困啦。哎。啊、哦，那不算。人生三大事。安尼，你就健康啊！白白老大人，你拢比别人较健康，你拢比别人较成功。对。那不算咯。为放晒。就因为这部晒放有清气，安尼尔。嗯。足奥妙的啦，非常奥妙啦。啊，无天地较着素，较着素素咱，都爱爱食饭，爱放晒。爱放晒。伊就干脆卖我咱卖食卖饭，佫袂遐麻烦。啊，恁佫无替咱，无营养啊。就是人，就是爱安尼嘛，循环嘛。哦，咱都有入啊，有出，有入有出，毒素出来。啊，恁诶，晒本地就是毒素，你看芳的物件，只要你放出来臭的，太奇怪吼。哎，那毒素啊，那无像咱的厝嘛，同款啊。厝内面的空气来流通，这间厝打扫，徛伫内面的人较袂搞破病啊。真健康。啊，你来间厝入面臭扑鼻，空气无流通，迄间厝的人。身体拢未健康啦。哦，所以咱体内咱的肠啊嘛是爱感应素嘛，啊，都有入有出，有入有出。啊，咱的毒素有排出去，啊，要到皮肤病，啊，你身躯要开始痒。未痒啊。拢未啦，啊嘛未有口臭。嗯。哦，嘛无老人痕。哦，一个老人痕。哦，对无？啊，这部晒好办，哦。拢看的呀。哎，啊，搁一点就是大肠生歹物无咱的份呢。重点就是爱这。哦，老菩萨哦，大肠生歹物无咱的份呢，啊无哎。你晒无放出来，你甲问个大灯有大灯暗的人讲，你较早发现大灯暗的进程有啥物镜头？一闭给放未出来，啊都拢两三天啊放一摆啊，大多数拢做安尼。对，那不是，咱来好啊，甲咱台边办公清洗啊，好唔好？好啦，来，掌握一个观念方法落你啦，无牛出比甲保庇啦，大家身体健康就百里啦。大家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佩欣医师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运动，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。除了防疫，也会当放轻松，享受着生活。而且来提醒，防疫期间，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譬如讲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，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，就要来挂嘴安。只要维持防疫措施，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的活动，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、加体育比赛，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、运动、旅游，等等，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，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，做伙家己防疫新型冠的运动。来哦，乡亲的朋友老婆山，咱吼。平常时蔬菜水果爱加食过，哦，安尼呢，咱的排便较袂困难。啊，介一老菩萨甲我讲，哎呦，啊，阮这年岁有啊吼，啊买蔬菜水果要食嘛有限呐，无多啊，无多一摆食介济呢。我甲你讲，哎呐，我替你想好啊。什么方法？蔬菜水果咱用啉咩？我用啉咩蔬菜水果？哦，你唔知哦。我真心急的。看你啊，吼、哦，这罐哦，这罐就是啊。归安东的来，吊紧来哦。
非安东的哈，真古溜的哈，真古溜的，全部拢蔬菜水果，全部拢蔬菜水果，啊你啊看，哦，产地台湾哈，爱护台湾小农，来谢谢啊，用在地的蔬菜水果，啊这哦，啊那，拢唔免动顶动灶呢，啊无要哪用哈，来我跟你讲，好好，咱哦在时阵做炸蛋，炸是做做炸蛋。我要甲泡牛奶，泡牛奶好。哎，是要甲泡豆奶，泡豆奶嘛可以。哎，啊是要甲泡温的茶，温的嘛可以。啊，冰的嘛会使。啊，冰会使。啊，慢烧烧个样。哎，慢烧烧安尼。热爱。啊，唔免也滴啦。哦。吃两个头啊。吃两个呀。安得加一啦。健康早两碗先。老婆杀喽。嗯。啊，我赞的呢。对咩？来，啊那有迄落。真骨你要来做回来啊！大家做回来，啉蔬菜水果，当作下午茶时间。哦，今麦个破一块饼，要个如何？咋的啦吼？尽量来饮，好伊嘛是嘛是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要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来想遐多。奈何林一王，一个无糖诶，老师。无糖。你来将个熬掉啊！那么个讲。我今天大油胎啦哈！靠，咁多赞！来，一罐一千，两罐两千块。我讲你听吼，安娜，这种教好你啊哈！来，两罐送两罐。哦，不是安尼了。大人囡仔拢爱啉。来，好喝。这咱电视的广告，一罐一千，好俊多，好俊多啦哈！家家户户大细囡仔，查甫查某，大家拢未使无的，即卖现代啦哈。啊，老师，你起意思是安怎？加两罐啊，来个加一罐，好俊多。加两盒啦哈。哦。啊，你看一条查某又来着两千块。两千块，来你好，喂。张安老师。你好。我要一桌。好，来一双，来谢谢。喂，你好。热心解放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喂喂喂。来一双，来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哦。阿尚啊，你好好讲得。啊，这广告加了呀。好。同款拢有啦吼，如意满面满身躯拢空中可以。加这两罐都要两千啊。好俊多。咱电视咧广告，你敢看？不管什么牌子，这两罐都要两千啊。张辉吼，为着阮这老婆婿，我阿婆吹过倒他嘛。送给咱老婆婿。啊，赶紧拿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，是我高小美云。美云啊。来一双，谢谢美云啊。你好。谢谢啊。这个吼，没那价，真的拿啦，你要熬来退。你吼，这。泡开了，你就加冰个冰箱个啦吼。好喝，好俊多。啊，再需要两粒。对。拿咱个真骨溜个吼，拿拿嘞啊，顺续甲配落，这再是两粒倒啊。啊，咱个真骨溜个一干要啉几杯拢无要紧啦。你想要拿来，你就拿来啉。你啉愈济愈好排便啦。来，你好。请个炸体来环保。来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想要问个。来，二线小姐夫。喂啊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三杯好多啦。来，三线去做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，张老师讲。喂，嗨，你好。我是周。来，四双去周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你先到，先快点。我是周。来，五双去周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赶紧啊！到大座的哈。大座的哦。系对，因为咱有做一老婆生吼，拢拿规箱回来，尤其咱即卖哦，蔬菜水果拢总唔免去当鼎灶内煮啊，用你们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好啦，我迄个啦，我犹太一个啦吼。我那一组两千啦，两组四千，两组四千啦，对，三组唔得六千对无？对，买三组我优待五千块，三组五千块，现赚一千啦啊！电话先，咱老婆生，我讲真诶吼，咱买四组就好。你若若要买贵，你感觉讲哦，这真贵，你我啉了做有信心诶。啊，那经济做会到，当然你拍一通电话就赚一千啊！你大组开好，啊，大组规家伙啊，大大细细拢食介久哩。而且只厝边来买大组诶。来，赶紧啊！讲多一半。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啊！而且大组一刚刚三位呢。大组三个就好啦。要做体力环保一定爱五千块。啊，细组咱买细组就好，老婆仔咯。好好。咱买细组就好，啊，大组诶人诶，大组诶人咧买。对。因到多经济做会到，啊，平常时有咧食。那咱买大组较会好，无糖的哟。哎呀，买大组有优待啦。想要拿来，恁就拿来啉。丰富的蔬菜水果，佮兼好菌多，互咱身体啊环保。啊，电力赶紧跑通啊！来，你好。哎。来，咱到位。新店的。新店哦。嘿。买四组就好，食完还佮叫。来，一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大组爱特别的黄土酱油。安尼全部都是大组的啦，五千块尔，六千算五千啦，现赚一千块。对，你拍通电话就赚一千，即卖人个，迄有诶农场工吼，在时啊日头啊未上山做
做家己头路，算了赚不值钱。你靠工钱来赚值钱。哪里有？喂，老师你好。杨你好。我你们哈，来，你算试试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哎。哦，你好。哎，来到，来到，来上山，大山上山。喂，你好，广州送人过年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好的，好。好，对了，一双试试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张师姐。你好。哦。你好。小飞。哎。来，细双，细双试试。喂，你好。您先到，先快一点哦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好。嗨，你好。难道你？来，我双，我双。喂，你好。来，赶紧，赶紧，广州送人过年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嘛，做好体力，环保卫生开心。哎，赶紧哦！哎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哎，慢些，慢些，阿康。真古溜，好咱排便来顺，做体力环保。大做一个两个啊吼。刚刚这好菌多，六罐个六千块啊，好菌多。没啦，阿这拢犹太啦，今仔今晚拢有犹太鸡啦。对。哦，阿都，咱有看到，电力泡通拢犹太的。拢算犹太鸡哦。啊，赶紧，啊，唔买贵，你先买两千块的，安尼全部两，安尼加加安尼两千块。作秀的，刚才这两罐能得两千，这两罐得两千啊哈！来，你好，喂，来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哎，我不带啦，我说做不带大装，一双一双一双，你好，好，咱找人会讲很会啊，要拍算，卡好带嘛，要改大装的，我嘛要大装的，你给我秀的，啊，大装个春节的呢啦，大装春节几位？来，你好，喂，嗨。我要鸡卵鸡哦，你个送。来鸡爽鸡爽，谢谢。鸡卵鸡，鸡卵啊。身体无好，更加需要您。来，赶紧个两分钟得啊。赚了两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。有咱的金骨溜，你拢唔免烦恼，吼蔬菜水果无够。是啊，啊咱呢都那无使去进。五千块厝内面大大细细，查甫查某，大家食介久啊。不介健康。会去进哦，啊，咱唔免买贵，先买细做诶。吃了讲，哎，张辉，哦，真正嘞，哎，真骨溜哦，哥真正哥有那有迄落呢吼，哎有交代呢，啊对，咱连干要大桌卡来买，什么人要买大桌，最好是威尼啊，啊个存一分半斤啦，一桌大桌诶，我唔知一桌大桌，唔知卖出里边呢。你若要改，应该要大桌，你家改买啊。一桌大桌啦，我卖细桌得两千块得。阿伯生，一通电话，咱得当盖数息。对。哦，咱。要讲开，咱就盖好排便啊，盖舒适，人盖健康，啊，更无烦恼。啊，暗时更好困，能够自在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啊。为将开始做好体力活动。最后一分钟，来赶紧嘞，好，来，咱大大收，大大收啊。啊，若无三点卡，大做搁一位哟。来，来你好。喂。嗨。啊，我台南。台南啦，哦。哎，我个真骨溜。哎，细做得啦哈。来一双一双，谢谢。你好。来啦。啊，我大做啊，袂袂出呢。啊。我搁大做。做的呢？你袂袂处理啊啦？袂处理。你大做袂袂处理啦？真的。嗯。真惊奇，歹找无几个有钱人呢。一做大做的。来，你又翻成啊？剩36秒。一半，搁半分钟啊？还搁会好？敢有在条真正大做，大应该袂处理。一做大做就好啊，老婆婶。啊，这样袂让咱吃亏的啦。我看咱也是收起哦，较袂收下。哦。那全国的。就是下不搞，两个下来倒，可怜了，真正。啊，你免怎办啊？免怎？来分水。吹啦，吹。来一箱一箱。来。两位继续看。六号的呢？六号的哟。哟。哎，心思啥人知啦？离婚这呀，孤山。阿哥，李大哥到底来欣赏哦，问了伊老官。
咱这回哦，这个宫廷啊，母娘一年一度，离咱这个中殿来大改、消灾改厄吼，啊，来参加的人改踊跃吼，报名人改踊跃，哎，甚至中北部也搁有那来订咱这个新房。我们进前讲就要来这大名，过冬讲要来阿母盖安尼，所以离咱这农历的八月初四，啊，国历九月二十，多礼拜日，迄天就是咱的宫廷。哦，原底是咱母娘的福宴，加咱宫廷的福宴，要做伙办啦。啊，因为这回这疫情的问题，所以阿母特别指示要好用姜花。姜花吼，诶，功德真大啦，哦，所以咱啊有真济老菩萨哦，咱平常时有咧参加咱的福宴，啊，这回都因为这疫情的问题，所以咱直接来甲姜花，一个人500块，旧年头当诶，诶，一人500块啦，一年才500块，咱啊老大人呐，身体无好啊，囡仔啦，幼囡仔吼，咱甲姜一个花咧，盖好，哦，啊是讲头路做袂顺时，咱甲姜一个花咧，哦，这姜花功德介大，啊咱。当日的早时八点吼，这个经团甲咱做功德回向，要赞母娘经。八点到十点啊，甲咱这供花，这些供花名单拢落书文，啊，甲咱做功德回向。变龙母娘斋。啊，十点开始，哦，咱这中殿吼母娘降价，嗯，一年一度消灾改厄来大改安尼。咱即摆看到是咱旧年的情形。那正看到这是旧年的情形。旧年大改的情形啦。哦，咱家安尼老婆生安尼改一下，回去吼都够好困的啦。啊，对啦，顺时平安就好啊。啊，你人改一下呢？对。啊，你爱你八月初四讲啊，冬至爱来爱先夜拜啊，较拜得着。你无夜拜啊，是拜袂着呢哈。那么老婆生，你若是讲啊，我想要家母啊，姜花。要安怎姜花？真正给你学到啦吼。啊，姜花真简单，有人讲啊，我钱要哪烂？对，你都把你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留咧。然后呢？咱内面的小姐也寄缴款单给你。好，啊，给你去西门全家 OK 来尔付得当缴啊。唔免签名，唔免等于那唔免手续费，拢总唔免，完全拢免啊。安尼咱公爹就搁一站啊哩。安尼咱的名搁伫咱家旁，早袂定家咧走啊。对，来电话赶紧拍好通。老师清楚账好不？7890088啊。来，外婆头前接嘛，你加空班哈。喂。哎呦喂啊！喂。你也是张伟爷哦。有啦。啊，来姜花啦。好，来一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，就像安尼足简单啊，你就让姜花啊。对啦，啊，姜花，咱即马像安尼电话拍来，啊，伊就该资料抄抄下来，寄迄个缴款单给你啊。啊，你去西门全家 OK 来有负责当缴啊。哦，拢免签名，免等于那无手续费拢无哈。来，你个。喂，张老师，我咧个叫姜花。哦，功德无量哈，咱住伫倒位？住红山咧。红山哦，来二山小姐好不？喂，你好。谢谢啊，来你个。哎。张伟好。哟。啊，我迄个住家下咧。好，谢谢罗兰啊。啊，我阿咧知下哦。我知知。我吉山。哦，在吉山啊，我知吼。好，来你个，你好。你好。嗨。我树林呐。树林。好，来三双树林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嗨。嗨，我咧讲话。好的，来功德无量四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。来，你个。喂，张伟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昨有听到你甲我，感冒两局，我有甲讲话吼，你有甲我回响，安尼我有收到啊，感恩啊。好好好好好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来，你个。喂，你好。嗨。哎，我讲话。哎，咱到位。我台南。台南，我来一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啊。尤其是吼，咱有各种老菩萨吼，伊想讲要吃好宴啊，但是咱今年个无好宴，但是呢，伊有这个心嘛，唔知道要安怎好买，唔知影，咱买当利用姜花呀。对啦，啊，咱都姜花啊，咱主力的名会落书文。啊，你买牛个知呀？啊，咱即马早时八点经团到，该站经做功德回向。对。哎，500块呢，会当做功德回向一世人吼，真正是无简单啦。来，你个，喂，咱到位。好，来，咱二线，来二线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身体不好，老婆身体来，你好。来四线，谢谢啊，四线。功德无量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我等，我总想给你吃一个呀。哦，好，谢谢罗兰达。加两个。好。啊，家己可以较好困的，啊，是啊。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罗兰达。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咱拢在做文的啦，你们心想无人知影。
啊，咱那是感觉讲生活中有安磕磕卡卡暗袂啥会顺失的，身体无好的，规日汤拢咧食药啊的，啊，八月初四，然后老师，咱就爱趁早来牙牌啊，糖果母牛家己处理你的。啊，那无我都来，咱个用姜花的方式。啊，对对对，来你看啊。啊，我姜花。好好来一串，谢谢。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啦啊。用咱花几户内底吼，十外拢全部拢落命落。有啦，啊，当年的嘛，人个若有固定的，当年拢时间到，人就家己主动的就电话就拍来啊。啊，咱当然啊，大家咧无闲无讲啊，我敢报告一个吼，哎、哦，其实我家己邀请啦哈，农历的八月初四，啊，国历就是九月二十。后礼拜咧，那是咱的恭庆啦哈，来你好，喂，哎，啊来二算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大五呀。哎，你好，哎。是哦，哦，我那个供花的那什么，来上山，哦，来六，喂，张辉老师，哎，啊，担心你都见袂到，我多东西我就无另外，啊，用姜花的方式啊，你用姜花啊，姜花同款啊，咱会当落沙纹啊，做，暗时也较好困个啊，来来来，四双四双，用姜花的方式，来六，哎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。哎呀，啊我，你上好是迄个讲要改运气啊。有啦，有啦。哦，啊我那记得啦。来来，一双一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。啊，你好啊。喂，喂。无量爹。来三双，三双。来，你好。喂，我接来你买菜，过来来。来一双，一双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你好，欢迎啊。所以咱若无啥讲吼，我无法度互母牛来改，要安怎办呢？有个人啊，是讲无方便出门啊，是讲。我多来到家，我见咱用姜花，功德同款呐。当然，当来上好，那我多来那个用姜花方式。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我老婆在讲，啊，我母牛盖一个，搁大母牛姜花一个我咧哦，上好啊，赞的啦，双喜临门，真正。搁一分钟的时间呢？搁一分钟啊，老师亲自做的好不？7890088啊！这款电话咱卡互通。嘿啦，这屏东的电话咱外婆头呐，要卡头前只毛，你加空白啊。来，你好。嗨，啊，姜，我讲要姜花。好，安尼好，来三双接电话，三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，安尼个对啊。老师，事实讲啦吼，你也看到，咱这旧年的画面吼，无牛降价。老先生，这爱真功夫啦，这唔是分家规啦哈。对。我进目前也阁唔捌去看到有人这部功夫啦。啊，我知影进台湾有两个啦。一个老师。来，你好啊。你好，嘿。嗨。光花，啊来二双接电话，谢谢。来你好，你好，来四双，四双接电话，功德无量。来你好，喂，哎，感谢您，来三号。来一双接电话，功德无量。来啊，赶紧来。所以咱有连续过两年哦，拢啊好母牛改啊，安尼好。来做功课来。来自各地啊，要来好母牛安尼来改一个，一年才一多年嘛。一年一拜啦，啊，要公开，这是拢一个缘分啦。无简单，明年啊！啊，无2300多万人做缘呢。多你看会到，你个想迄做无简单啊？来，你好。喂喂，张学梅。好，来二双，来谢谢。表哥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来三双，谢谢。功德无量。来，你好。喂，来五双，来五双，谢谢啊！来，赶紧啊！即摆电话来，弄好小姐，给你服务啦哈。你恭贺老婆婿。是啊，我做功课来。就是张辉丽家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菩萨来给咱保庇啊！在咱这个高雄中街福建大楼高楼，抗救一级病房四床，老钦德高雄三拿啊，这个木主力150号，彭贵海、王美芳，个就是台南北河永安里新厝啊72号。老街丽村，而且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，来给恁保庇，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有顺心哦。那么咱只有请一位给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。中和柯丽卿10个月，八德眼金孙柯凌峰各12个月，新德新宝蔡清源10个月，应景。玉基10个月，太平
刘兴宏20个月，永康李春梅12个月，三明区王如贤蔡家军各10个月，盐埔杨福杨元福15个月，功德无量哈！张伟家来恭请台湾宝娘慈悲，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，好，你会当政府消极消极应收，前途光明，做灵通地位开通，逢凶化吉改一生常在万光一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。咱今麦来进入到咱的智慧容易。就把青黄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绿巾青青风为刀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，大家非常感谢。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，电视机头前的乡亲世代好朋友，我们诸位先生大德，诸位菩萨，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也就和我们作为在这做这个功课。稍等，请各位接下今天这个功德，我们来回应我天顶在这杯土脚在这所水灵在这所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阿公、我们的阿妈、我们的爸爸、我们的妈妈，回向我们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孩子，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今天若是有念珠，我们请给念珠请起来，没念珠的人才双手合掌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来延续到我们的昨天的这个话题，我们昨天讲到忏悔，忏悔绝对不是讲在这个佛菩萨的面头前，你也磕头，你也祷告，不是安尼哈，老菩萨咯。当然啦，来去佛菩萨的面头前，来个磕头祷告，来个讲以外，一定要有实际行动啦。不是你也磕头祷，就叫做忏悔，不是安那哈。要搁实际来做，真正要反下归正就对了。唔通去做歹啊！哦，尊重佛的一个教训，改正咱家己错误的想法、甲看法，包括你的做法。啊，那唔肯回头，啊，唔肯认真努力，有人佫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伫咧忏悔，迄不但忏不了着你的罪业啊！佛伫咧讲呢，发怒忏悔啊！就是讲交告高大将，讲我过去种种的一个言行，造成别人兄弟、亲属、朋友、同事之间种种的不和，这叫做良心挑拨啦。我即阵啊要来忏悔啊，向着双方面来讲个清楚，希望因啊这个和好如初，并且要求原谅咱家己的行为啊，这良心的这个罪方会当来参渡啦。那么这相互灾报无灵侵夺是一个总说，别说的是惯俗和睦，同一记录啦，就是讲家和万事兴啦，一家人同心同德啊，行无乖经啊，这乖经就是讲少违背啦，这个精进啦。厝内面的人，若真正团结做伙，这个家庭哪有迄个未兴旺的道理啦？拍好了，才嘛爱亲兄弟啊！你讲是不是？道场内面在家出家大众顶下会当和睦，这个道场就会兴旺啊！如果道场若不和，顶下拢有意见，那么这个道场绝对赶紧就收开啊！决定是衰退就对了。离初恶意，离行死故，相互灾报，无灵侵夺。一切众生一切众会欢喜皈依啦。
人间信修无为记者，这就是不恶口而行布施所得到的一个殊胜的果报。一切众会欢喜归依，这个众会就是讲真济人做会啊，你含大众相处的时阵，会当受到众人甲你欢迎、甲你拥护安尼。那么人间信修无为记者，就是讲你伫大众当中伫咧发表讲话，就亲像我今日讲话同款啊。那么大家拢会当相信，拢会当甲你接受。哦，啊，无有抗争，无有拒绝，所以由此可知，做一个领导人，想要得到大众甲你拥护，要有这个得人的这愿望，那么就是爱对这个所在来学习呢。所以无论是说法也好，护法也好，具足到这个十善业，要讲起来就叫真正一帆风顺啊！哦。尤其是佛法，这个佛在教导着咱向着一切这个诸佛如来在学习呢，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帮助着一切苦难众生啊，苦难讲伊较宽吼，就是讲十法界众生无有明心见性啊，啊拢有苦难啊，所以入了着一真法界。这是真真正正到了就安稳处啦，所以佛法称为叫做究竟涅槃。究竟涅槃就是咱的所谓叫做一真法界啦。所以《华严经》的这个原教初住菩萨哦，证得着究竟涅槃。究竟内面这圆满的究竟啦，那叫做原教的佛果啦。啊，那初住二住就是分情的究竟啊。那就不同了，十法界里面的这个声闻啊、缘觉啊，伊证得的就是咱的偏真涅槃啊。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也不是分情的涅槃。所以这的理甲事，咱拢必须要爱甲悟清楚、悟明了啊。你若听啊，真济法师伫咧咧含咧做功课，伊可能别当甲你讲到遮深里面。所以这些声闻菩萨为什么修行正果？伊的目的在哪位？只干一个呢，目的只干一个，为了要来普度着一切众生而来修行啊！哦，求正果，哦，决定不是为咱家己啦。十善业道所修行的基础，大根大本啊！所以十善业道通大小乘佛法。你就所在教咱呢，将着这十善用在这个菩萨六波罗蜜的这顶端，哦，布施得财富财宝嘛，财就是福啊，啊报就是福嘛，智慧的福啊，得福报就是讲得智慧嘛，福报甲着智慧有圆满无？就要看你安怎伫咧做，有详细咧做无？啊，这细行就是十善嘛。所以这种的这个随行就是得到的这种的果报，所以这随行不能不修啊，连讲话粗鲁一点啊，这个果报都拢不可思议啊，嘛拢爱讲较幼稚的哦。你甲这个大众所接触到，是不是有和言爱语无？哦，你得到的果报的大众欢喜皈依拥护拥戴嘛？哦，这就是对小小的这个戒。所得到的一个果报嘛，啊，就是安尼。时间的关系，今日功课做到这，咱即马做回向。张伟念一句，请对我念一句啊。愿以此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往正下，咱个地方开。做两嘴、三嘴、五嘴，甲吞，未扎定完就爱记一咯，吞一嘴，念念一句，阿弥陀佛来请您。现在看电影，现在看刷电影，阿弥陀佛。
种种灾厄如电话，斑斑祸患似水消，福愿宝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风山五合彩点八卦，一碗过三冬。
Ooh.
所